間鋪大約都做咗係六七年啦，六七年嘅時間啦，又咩點樣講招唔招壞菜噶啦，即係講啊，自己覺得有咩覺得啱食嘅味，就煮下，煮到而家咁樣跟到人呢、這個生蝦麵咁樣 OK 味咁樣煮咯，煲老鼠粉咯，同埋呢個生蝦麵咯，同埋我呢個蒸呢、這個本地河魚咯。同埋一個生腸咁樣咯，比較受歡迎嘅菜式咯，呢度嘅雞生蝦麵係最緊要嘅蝦，河蝦夠新鮮咯，夠大隻啦，同埋夠多膏咯，同埋去煎到佢夠火咯，咁樣咯，同埋煮嘅時候最緊要個水係滾咯，同埋個麵底又煎到香咯，其實同埋都冇咩點樣特別嘅，就係種個人嘅調味啫咯，調味調到啱就 OK 啦，咁樣咯。最緊要食物係新鮮咯，第二係講技巧咯，咁樣咯。